What can the best mechanic in LS do for you? Hello, 香江。 这次来改贝菲特史特林GT。 You have any problems, you bring her back. 哇, 这也是一款经典跑车诶。 你看后面这个屁股。 感觉那个引擎声闷闷的。 护具啊，改到满的话，5万块。刹车35000，保险杆4600。啊，可是我还是喜欢它原本的哎，原本的比较亮啊。那引擎的话33500。排气管的话是钛金的，它其实就在边边而已啊。 开门会撞到吗？那么长。好啦，赛车型排气管。水箱护罩有原厂长这样哦，双拉力，双拉力赛灯，2颗，4颗，那都是，就都是灯好看吗？<笑> 好了，给它装下去好了，虽然觉得不怎么好看。引擎盖，碳纤跟原厂的，那给它改个黑色好了，喷漆换一下。 其实纯黑色也不错看啊。哦，我好像都没有用过雾色系的，来换一下雾色系的颜色吧。 改一样好了，这样比较一致性哦。而且银灰色感觉很高级耶。防滚架。哦，拉力赛防滚架和改装。那我车灯就有叉叉嘞。这样打灯出来变叉叉吗？ 帅气的车放备胎，这样不好吧？竞速4400，变速箱40000块，涡轮50000块，其他就不改。这
这个太阳光打下去之后变成有点黄黄的感觉，就没有刚才看起来这么好看。它会有一种那种放屁的声音。加速起来是很快的，就是一直有那种砰砰砰砰砰的声音。韦氏牌让我想到韦氏牌那种发动的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。回家喽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也别忘了订阅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